的房子浴室大多没有对外窗，导致空气不流通，湿气较重。浴室如果没有对外窗，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做抽风机或暖风机。你一定要用专管对到管道间的手法。如果没有专管对到管道间，其实这个抽风机的力量是有限的，因为它只是把脏空气稀释在天花板内。那专管对到管道间，不仅如此，还要把旁边的缝隙用水泥掩住，这样才不会有异味飘到你家里。